星盘们打二级甲最快的步枪你知道吗？星盘们二级甲的减伤效果从 40% 提升到了 45%， 因为这 5% 的提升对步枪打二级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今天来聊聊星盘们打二级甲最快的三把步枪， AUG FAMAS 全部落榜， AKM 消了。第三名 AKM， AKM 在以前是不可能上榜的，因为它虽然伤害高是47点，但射速比较慢，钢枪能力只能是中等。可因为二级甲的加强， AKM 打二级甲是 25.85 伤害，还是和以前一样是四枪击杀。它的射速是每秒 10.18 发，所以只需0.39秒就能击杀满血三级甲的敌人，是相当快了。第二名 ACVL 虽然它的伤害只有39点，但星盘们二级甲能减伤 45%， 所以它一发的伤害是 21.45， 和伤害是40到45点伤害的枪一样，都是五枪就能击杀满血二级甲。它的射速是每秒 13.31 发，所以只需要大概 0.38 秒就能击杀，实在太快了。第一名狗杂，它的单发伤害和 AKM 一样是47点，所以只需要四枪就能击杀满血二级甲，而它的射速很快，是每秒 12.78 发，所以只需要大约 0.31 秒就能击杀，是步枪中最快的。